成员阿娇去年12月和老公赖鸿国结婚后，就过着台湾、香港两边飞的生活。近日却被爆出阿娇婚后并不幸福，一直租房子住，和老公处于分居状态，还被批评婚结的不值。一名资深记者最近在网上爆料，只结婚半年的阿娇婚后并不幸福，不止跟老公分居，还要频频出席活动赚钱，而老公却常常和朋友聚会，让阿娇感到相当委屈。除此之外，报道更指出，阿娇先前上节目曾透露，婚后买个名牌包都要先看老公脸色，似乎处处以老公意见为重。因为我有时候买东西会看我旁边那个的眼神，因为他有说过，哎，你买包不看价钱。对此，阿娇朋友火速澄清，表示两人感情很好，虽然在两地各有工作，但赖鸿国常去香港陪阿娇，阿娇也经常飞去台湾。虽然不清楚阿娇有没有在台湾买房子，但爆料的一直租房、经济拮据绝对是假的。阿娇在香港有自己的房子，而经纪公司也表示不是事实的，不回应，谢谢关心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